各位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，我之前有在留言提过，我这学期在忙一堂叫做机影的课，所以有点忙得不可开支。那课是政大全院的必修课，我记得那时候刚开学的时候，老师说，哦，你们可能有听过关于这堂课的一些传言，像是可能会很累，或是很硬，然后有一堆作业。那我必须说，这些留言呢，都是真的。所以我们就很忙，最近终于到期末了，这堂课终于要结束了。但是在之前，我们先搞好一部期末片，然后这部短片花了我们蛮大的精力。作为一个大一的大事件，我想要把它记录下来，然后又剪成一部幕后花絮分享给你们。我们现在在前往沙仑的路上，8点多的时候在沙仑集合，到了。我们的导演跟副导，我今天的角色是制片，刚刚铺了一个。野餐垫让大家坐着。我们现在在等演员来，然后导演在学怎么用尬僵稳定器。今天气超好的啦，好好哦。不觉得只要看到海，心情就会很好吗？就尤其是天气好的时候，而且完全不知道为什么，基本上就是看到心情就会觉得很不错啊。大自然真好哦。我问一下，你觉得我们今天会几点拍完？再也不相信天气预报了。啊！心情超好的，我觉得我上辈子可能是一只鱼，我现在看到海，一整个都 chill 起来。目前早晨评分波几分，棒，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开始拍摄，有80%的几率会看见像死鱼。哎，说出来。对啊，这我狂喝。正大哎呦啊！我们现在在千禧，到新的地方。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我们要去哪。中州大人现在在帮我们演员注意还妆容。哎，盘客到底。那我现在跑一次给你看啊，你跟我一起跑。耶！我们刚刚拍了三个。现在是开始过后大概一个半小时，我们拍完了10颗镜头，我们现在快要处理完海边的景了。可喜可贺，各位！怕被太阳烧死，很热，非常热。还有时间赶死的。我们现在转移阵地到一个不知道哪里的桥下，然后我们现在在等另外一组人来，因为我们只有一辆车，但是有8个人。你要跟我过去啊？我知道，还想抗拒啊？他们看起来也好像去，他们去开垦。我跟你讲，到时候你要追一个挂号，然后在成员上换工作。这我觉得你是高级品种狗。我当台湾土狗。啊，台湾土狗！哎，台湾土狗很好活，你知道吗？放在哪都活得下去。活得快乐。对，我们被扣过去了，拜拜。黄金猎犬要叫我们。我们现在走到一个水沟，然后等一下要来拍新的场景。请问到现在你有什么心得？我好累，我好热，我快累死了。现在太过你还想说没事，记得多喝水。好，谢谢。我们来互拍。互拍，带太多相机出门就常常这样子。现在这个时节出门，还是要防晒带阳伞。中午的时候还是很热啊。对，现在只有一把伞，十分的不够用。对，你看上面哦，已经过曝了哈。3、2、1 ，Action！ 可以拨破他水之类，一点点。可以拉拉他的耳朵，但不要把他扯下来。请问你的心得如何？不中暑，还贫血。我们现在没有夜，我们有手夜。哦，对。我们的主要相机剩下1%，并且我们的电池在车上。速测，烧快！Let's go！ 帅气的，帮忙的身姿。没有，是我狼狈的模样。我狼狈，我非常狼狈。说实话呢，我觉得拍片比健身还累。我没有在健身，所以拍片最累。我们摄影师的脸上不是沙，海风拂过的脸庞。跟大家讲，我现在还是感冒状态。拍完这个命感觉去了半天。我们的 day one 终于要结束了。明天有 day two 哦，而且还更长。说一下我们这个情况，就我们上礼拜呢，查天气是大雷雨，但今天大晴天，所以这叫代购哎，就是不要小看现在的户外。台湾就是该死的富热带地区，然后叫他往那边走的。我们杀青
水。对，我要喝冰水。我没有水了。我刚刚去买两公升水。5:28的时候，梦到自己睡过头。我梦到我睡到6:30。打开我的笔电，蹲在房间阴暗的角落，然后跟你们道歉说真的很对不起你们，对不起。然后打到一半我就会惊醒了，立刻冲去看我手机现在几点，5:28，起来之后去买，我去买早餐跟什么。我刚才以为是蜜蜂想吃我的菠萝，这大概是我一整天的量，不是我不管。我买的烧饼油条，然后饭团，然后豆浆，还有一碗肉跟面。而且我今天来路上超狼狈，因为我东西一大堆，我的行李箱拉杆还拉不开，所以我就是怎么样，就是这样。而且它超重，我们还借了两只袜，你知道袜子有多占体积吗？我们根本就不叫两只袜，我不知道什么袜多占，它超难塞的。我们现在里面整个爆掉。跟各位分享我们的迟到金制度，那我们的迟到金算法是等差级数。我要把那个公式打在那个。打在画面上面，我后面就不来，我就是直接原地吃肉羹。你已经在做了，哇，好可惜了。我就是路过的时候看到那一间排两个人，或者就那个台湾人的私信发说，我想说他排那么多人应该很好吃吧，然后我就在此等候吴宏宇的到来。这块给你好不好？现在是表定时间的40分钟后，目前还没有开始拍。我们现在陆陆续续去上厕所，因为我们意识到厕所真的是远到一个，它会变成一件需要提早处理好的事情。我们拍片的地方没有厕所，所以我要去捷运站。我们今天拍片是没有肚子痛拉肚子的资格的，除非冷得了10分钟。刚差点被锁在外面，所以我们现在除了导演跟我之外，其他人都去上厕所了。陈导现在要下去解救我们的组员，解救文丁奇。对啊，要先解救文丁奇。拍片前一定要喝的多多，昨天也关，今天也关，还有芦荟的多多。在这边要来处理我的豆浆，买了一个豆浆，就没有吸管，捡了我朋友荷叶蔓蚁剩下空鼻子，还有被他折烂的吸管。Oh yeah！ 大哥，你可以吃，你可以快一点。稍微让你一下。啊！泡泡糖大赛，第一届泡泡糖大赛，参赛者江欣。哦，好烂，烂死！二号选手喵品，来哦，选手的。好烂，淘汰！你帮我站一下这个位置。请问我们的机影分工是什么？吹泡泡，摄影师，他是跟演员玩的，对，你是 YouTuber， 三个呆货。Yes! 好烂，糟烂，糟烂，不要不要退出，我退出，我觉得没有人当副市当工作机的、啊，现在算是正式超前制度是吧？令人动摇。10:39，找到亲戚了。这位是 Iris， 然后因为他不喜欢，所以这颗是 Iris out。我刚才还想说是那个出场特效，你们现在看到这个，简称就是 Iris out。你好跳呀呀！好难决定哦，你要吃动画吗？买了6碗甜汤，就没有汤匙。我现在只用嘴巴喝。女明星和她的摄影团队，我们超多海机器在拍。一般来讲，准备杀青是最后一颗的时候。我是第一颗，第一颗还没开始拍的时候，准备杀青喽。都领了，好，现场准备，3、2、1，走。刚刚有一只直接大的虫，我不知道它什么东西，妹妹蟑螂，它从这边爬到我的。裤子里面，我等下去扯碎它，非常可怜，非常可怜。我现在我怕我左手一有一个什么闪失，那个虫会直接跑进我内裤里面。我现在左手超酸，这是刚刚从我那边拿到的虫，我真的会有心理阴影，它在我屁股上喷汁，我这就会疯掉。大仙黑森林，我记住你了，请善待我们。这比凯蒂斯的遭遇还要糟糕。你知道松鼠它照长可爱，你知道吗？刚刚什么？噔吧噔吧噔噔噔噔。因为他说相对位置啊。哦，
为什么？没有，这是体质的关系。好痒哎！我觉得我现在有不知道什么有比较活过来的感觉。因为你的跟屁虫解决掉了。贴在你的那个标题，我跟了一只跟屁虫。来来。好，对不起，我们不会出去。一直听陈奕迅那么凶。帮你最后。收啦！啊，那个耳朵超可爱的。上了。耶！耶！啊！还小心炸！还有我们的小南门。对，他要去吃小南门豆花。但是我现在又黏又累得要命，所以我等一下要冲回去住宿洗澡。洗澡是最幸福的一件事情，想回家了。Ben 才是阿明吗？哎，可是如果要补拍怎么办？一人一脚，一人一脚。好好好好。可是如果要补拍怎么办？我们26、27才是阿明，这两个才是他们。以上就是今天的拍片狗 vlog。现在各位看的还开心？今天是6月2号，我们6月3号截止，终于这个课终于可以结束了。希望各位看的还开心。我现在要去修我们期末片的正片了。拜拜。